你人伊是草牛全国前八岁，六千一个被中南东西起就会开始几项处所耶。主办单位合肥会今日咪邀请多演员，连一下韩国有名的主持人曾国祥展开传统同创意版本的草牛摆盘 PK 比赛，用创意方式同大家讲比赛正式开始诶。空的工业组在家底的官兵，个有名的节目主持人郑杰生变做闽南台主厨，点出创意不败的客家炒肉，跟隔壁传统板鸡必输赢。用竹篾点出料理的好本灯，为着到来的客家炒肉全家整把岁来做开创。吃客家料理的时候，他们有些时候都会很大方，就是你饭可以自己续，然后我都觉得每一道料理都可以让我吃下很多饭，所以就可以吃很久，就一顿饭可以就是像吃法国菜一样，就是慢慢吃。答案的冠军哈。伊个胜利啊，人缘比今年好，伊也表示讲，大家重视安尼客家炒肉比赛，希望大家来传承是安尼客家的美食。日间比赛除了传统组，嘛头摆开放，唔系客庄天气报名嘅创意组。主持料理节目《真蛮久》，有好主持的郑杰生，佢听佢分享做影响好嘅天门客家炒肉，上个节假做困难，甚至还上爱报名参赛。客家小炒呢，我甚至可以做它呢，然后打一个半熟蛋，然后变成客家小炒盖饭，重，我觉得我起鸡皮疙瘩，我觉得应该会哦，哎，那贵好哦，贵好，应该贵哦，好意思，第四届客家炒肉全家整把岁，厨师要提两年二十九起师，肉上要提白种难冻来开炒，参赛团体爱比真痛，还爱比慢硬，高油提色，客家新闻陈永尊陈玉琴台北报道。